行队。死者是个女孩，平时住校，这两天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。她父母呀，从亲戚家打牌回来以后发现报的案，报案时间是凌晨12:17。根据现场情况初步推断，嫌疑人是摸着空调进来的，这是一起入室盗窃引发的强奸杀人案。女孩才14，上个月刚拿了省奥数比赛第三名。生气了，一个同志奖杯，受害人的头部有几处明显伤。各位，哎，把楼下警卫线撤了吧，别等天还没亮呢，人都围上来了。是。同志，房间里不乱，抽屉和柜子都被翻过了，搜刮财物目的明确。哎，装备科老闲散刑侦用的多，三大队的。腾哥，凶手应该已经摸底很长时间了，近几个小时之内没有听见任何异常的声音。你看这个，一进来就把电话线给剪了，综合看像是惯犯。摸底剪电话线，夜间行动，麻雀。麻雀他们不敢强奸杀人啊。那就是应该是外来的，很可能有案底。先采个指纹吗？没有。什么没有？指纹啊。凶器上面都没有。总队，在死者身体里提取到了疑似男性分泌物，阴道撕裂明显。哎，咱们省厅 DNA 这环节得多长时间？1周左右。而且死者头部有2处较深的伤口。应该是失血过多死亡，尸斑也很明显，死亡时间初步4小时，尸体属于坠机期，成色明显，死亡时间至少4小时。小徐，你会尸检啊？啊，警校学过一点。安静吧。哪小时呢？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左右。这么热的天，尸斑半个小时就出现了，啊，学着点。喂，他们家空调装哪儿了？在主卧。程队，我查过了。您怎么来了？师傅，10年都没出过这种案子了，正好做过一半岗。空调外机的脚印是两个人的，整个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，作案时肯定是戴着手套。地板上有抓痕，说明被害人有过比较激烈的反抗，歹徒应该在这个过程下了狠手。哎，我刚接到领导的电话，希望尽快破案。多少天？几天？再说。等等，扣子。扣子，扣子上是不是有犯罪嫌疑？闭嘴。确实有指纹，那俩畜生在强奸的时候把手套摘了。大斌子，麻雀那边口风还得再探一下。啊，王八小廖，盯一下未来几天有没有人销赃。哎，小徐，查一下各个空调维修公司有没有新进的外地人员名单，这活能干明白吗？能。师傅，指纹比对证和血活就交给您了。家属是吧？我们市级刑侦三大队，听我句劝，老哥，别在这坐着了。回酒店等消息，啊，师傅，先具体汇报。5天。那个，起飞。哎，哎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里，坐这里。不好意思啊，哎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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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谢谢啊，同志。坐，我来说，说，这轮椅呢，咱们同志。行，哎，老三样，二大队那边气场有点怪啊。这些年大案都是咱们三大队办的，他们当然不服了。杨俊好歹是从省厅下来的啊，这长时间闲置，这面子上边。省厅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业务能力跟程队能比吗？我跟你说，根本跟我说，我和同学们在警校的目标就是进三大队当程队的兵，就为这事儿，我请全班吃了3顿饭。您先把这顿结了去。哎，跟二大队一块儿。好嘞。又要拿我火机了。臭毛病！你们
我烟抽完了。大队，程队帮你们把账结了啊，辛苦了。您结了。来来来，刚烤的豆腐。你这不爱吃香菜，受不了那味儿。应该要吃点，这玩意儿对脑子好。是吗？您说。程队，五天破案，时间短不短？你觉得几天不短？道理我都懂，黄金72小时嘛，犯罪现场的痕迹最清晰，罪犯活动的活跃度以及现场排查员的记忆最完整，这警校都教过。但是，我觉得时间越充足越好嘛。警校教没教过你？要是没破案，怎么办？扣工资、停奖金、打光棍。五天就是说出来的底线，真正有效期只有3天。局里给定的是921大案，全局都扛着压力，这压力全在咱三大队上。这事要弄不出来，我头一个走人。那不能，就没听说过咱三大队破不了的案子。我就是要跟着您破大案。哪那么多大案？咱们这三子，小徐，人年轻的时候啊，都想办大案，好像不办大案，这警察就白当了一样，是吧？可你知道这大案的背后是多少家庭悲剧，有多少人改变了人生。反正到了我这岁数啊，最怕的就是办大案。干久了你就明白了。来，记住，上队。谢了。啊，还帮我们把账结了。嗨。哎。又是一场硬仗。杨队，省厅下来的，也得跟三大队学习。他说的。嗯。来吧，打起精神来。为维护社会治安，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，由市公安局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及社区、街道、居委会多方联动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联合行动，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取证工作。回家跟这儿瞎转悠什么呢？我现在就回去。爸，我午饭先吃。啊。不是，我就没那么多零的啊。哎，不，贵的，你管，拿宝马去啊，好好的。谢谢马叔。走了。这孩子是惯的没样。小郭挺好，比你强。你对别人抠，怎么对自己儿子也抠呢？这怎么叫抠呢？嗯，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您挑一个。921入室盗窃杀人案，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，精神恶臭。案发后第一时间，市委领导组中有提示，组织公安机关处理921专案，对此案全力以赴，并将犯罪分子缉拿归案。有线索了，这是咱们921案的指纹。这个是去年四川浦江县716入室盗窃杀人案现场提取的指纹，经技术和比例，两案指纹如同现有8处吻合。
四川浦江716也是空调外机入室。我记得去年有一个重庆涪陵312走的也是空调。还有湖南耒阳615也是这样。作案手法和921案基本一致，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。这是连环案呢，落在咱们这儿了。这是四川716案的资料，嫌疑人是两兄弟王大勇、王二勇，平常以维修空调做掩护。这么着，师傅，您先跟重庆涪陵还有湖南耒阳打个招呼，给我联系。好，有结果我跟陈局汇报一下，争取备案处理。好嘞。有了，我排查空调公司外来人员名单的时候，就有浦江来的兄弟啊，天星空调，大勇、二勇，他们公司统一安排住宿，君山路612号。动。宋小雨点为自己当警察的父亲点播一首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，他说父亲非常繁忙，已经三天没有见到他了，他很想他。慧慧给你点的吧？听众叫小雨点儿，你以为全世界就咱们几个警察呀？这歌点得好，还带劲。后车后车跟紧点啊，另外一定别拉警笛啊。再有咱们要去这个地儿啊，嫌疑人藏匿地点是这个君山路居民区，私建房比较多，人员比较复杂，尽量别开枪啊，但是必须开的时候也别犹豫。这什么情况？干嘛呢你们？排查？怎么了？完蛋，鸟惊了！坐这边。小伙子，这个夜来香，行了，早点回去，这么晚了，拉个屁，在外面溜达了哈，你都走啊，别老想着抢锅，都他妈干点正事儿。马正坤，你少在这扣大帽子，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大排长，跟我说话就呛着你就别说话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觉得你们刚才阵仗不够大。程队，你没必要跟我发这脾气。你有任务，我们也有工作。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大面积排查，麻烦你以后有抓捕任务，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们一下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三天三夜都没睡，好不容易捞着线索。哎，你说，刚拿着线索，我是应该第一时间说逮人呢，
还是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二大队，通知你杨建涛呢？算浪费！成兵，就你们三大队在办案，我们其他人都该闲着。你们不睡觉，这么大的案子，有他们一个人敢闭眼吗？那就别在这当睁眼瞎。人，老张那边有情况。师傅，什么？我接一电话，说是向阳庄这边有人刑讯可疑，我就赶紧过来看看。刚从那边向你拐弯，就遇上一个人赶着小二，还没等我希望你撒腿就跑。要不是他撞了我一下，他肯定跑不了。你人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摔了一下。劈你两条架，回家歇歇。走。哎呀，要跑的那真是王二又，那说明他分拆了。放心吧，他们跑不了。小王呀，哎，杨丁，老丁，何振龙，在家吃饭吗？马上就走。爸，等我会儿。啊？这学校想着出是一出的，就是让派全家福呢。嗯。干啥？邻居要装防盗窗，我也想让工人来装。我们家不安。为什么呀？老家说了，你胆子那么小。我这几天都睡不好觉，慧慧一个人在家怎么放心？你俩坐这么近，我坐哪儿？来。这案子是我负责任，好，我们家装防盗窗了，别人怎么想？三二一。有事打电话吧，二十四小时开机啊。不安，不安。成队。走。嗯。记得想我。你是不是穿咸鱼了？嗯。几天没洗澡了？嗯。行了行了，臭烘烘的。走了啊。走吧。注意安全啊。回来慢点喝啊。人怎么样？脑淤血，医生说就算性命保住了，也得是个植物人。就是昨天晚上他撞了一下，那当时看着没事，其实脑子里已经出血了。师娘。哎，我得回局里干活了。醒了给我打电话，把这收着，得用钱。不能，你听我。不能，哎。陈军，陈明，我师傅为什么没算工伤？老张受伤是在假期期间，另外他还喝了酒。不是。他是摔了一跤才得这病的，撞那人很有可能王勇。县阳巷没有监控，也没人看见老张被撞。另外，当时他人也没事儿。你说我怎么安排？
张一辈子干公安，结尾快退休了，落下这么结果不合适。他那病无底洞，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呢，也没有工伤，没法跟人家里交代，对吧？规定是规定，你讲点人情。董明啊，我知道老张是你师傅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制度就是制度。老百姓相信我们公安，不是因为我们身上这身制服，是因为我们有制度。是不是我把王勇抓上，等他亲口承认说是他撞了老张，工伤您才能批？老张的事儿啊，我们已经组织大家电话了。家属在生活上的困难，局里包括我个人都会全力以赴解决的。921案重案要案，你说的五天破案，给你时间不多了。公司的负责人是谁？小徐，小徐，哎，你看这会儿上班记得，你再帮我捋。哎，你看啊，你看，你按着我记得。你打人家电话了。那边抓紧时间啊！你别抽了，你睡一会儿。刘慧是吧？临时工啊，还是有聘用合同啊？啊，反正我跟你该说的都说了。按照我记这流程，你帮我再捋一遍。一定要控制住他们家里人，有任何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我。你看看，再跟你说一遍。杜成那边差三份资料。您告诉我这小兄弟，老板，我想过去查一下。这片儿，好，杜成车行。请问哪位是成队啊？那边成队。成队，我们东直门派出所接到报案，说有一个很像王大勇的人被刑警碰到了，所里已经派人赶过去了，你们要不要也去看一看啊？你是王大勇吗？是，群众知道是他，一下就乱了，拦都拦不住，出去把人捞过来，快杀了老百姓！王大勇，我们市局刑侦三大队的啊，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这儿来吗？9月20号晚上10点到21号凌晨2点就哪儿？我晓得我为啥子来这儿，犯事了嘛。我说，我们两个兄弟从小地方来的。来这儿的没多久，一开始主要就做空调维修，他先零工。别扯，说重点。啥子是重点？警察要打人是吧？重点不告诉你了吗？9月20号晚上干嘛去了？9月20号，我们俩没得钱了，生活不下去了。二勇说。去安福路南街的小区取点东西，我就答应了。随便转了呀，你就选中 life。随便个屁！踩点踩多久了？我没踩，二勇去没去，我就不晓得了。你是把这事说简单了？王大勇，你以为自己还能出去是吗？啊？接着说。我们两个人爬窗，从空调机翻进去，收了圈东西。要走的时候，没想到还有一个小女娃儿在家。我让二勇走，二勇不走，他这个人就喜欢搞现实。后面就这样了。哪样啊？把话说清楚啊！二勇来这儿一直没得女朋友，又没钱出去耍，他火力壮，就上了嘛。女娃儿肯定不愿意噻，就喊，一直喊，二勇就拿奖杯砸了他。我又拉不住，我没碰到女娃儿哈。嗯，
年纪太小了。你想清楚再说，没碰那女孩身上有你指纹啊。这个我摸了，摸也好久没有了，就把手串脱了摸一下，摸一下不算强奸吗？王大勇，别以为把什么事儿都放在你弟弟身上，你就没事儿。浦江、耒阳、涪陵，不用我们说吧，最终。但是你不是没有出路，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条道啊，告诉我，9月23号晚上，你弟去哪儿了？我不晓得。啊？我们担心两个人一起目标大，分开跑了。啊，分开了是吧？好，那分开了之后你又去哪儿了？啊？有没有见着什么人？没见。等等，医院打电话，老张没了。王二勇在哪儿？我真的不晓得，你再问我也没用啊。好哥，你放好了吗？这警察打什么呀？我们俩好死了。撞啊！他不太对。快送医院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，严格禁止司法机关、侦查机关刑讯逼供。刑讯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权的产物，是违反现代刑事诉讼所奉行的无罪推定的基本理念。所以说啊，法治改革改什么，杜绝刑讯逼供就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。没错，我国刑法、刑事诉讼法不仅要打击犯罪，同时要保障人权，所以我们要依法严惩926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接受调查期间因伤猝死在审讯室的案件，给全社会一个正面示范。这是洪忠哥，江忠哥。洪总，蹲下。啊？看啥呀？让你蹲下。把自己当警察了，是虎你握着，是龙你盘着，要好好改造。哎，明白吗？去，把厕所打扫干净。瞅啥？
不好，不许吵闹，该躺下。再动呢，打报告，不得给自己找麻烦。知道我为什么打他，是因为我打他，他不喊求饶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他不怕我。那我怎么管别人？你怎么管别人跟我没关系，反正这事我管定了。哎呦，你他妈以为你谁呀？人民警察。你已经不是警察了，这辈子不会再是了。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，但我希望你内心时刻提着那根弦儿，当要失去方向，问问自己的三个问题：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为什么来这里？我为什么来这里？你要到哪里去？我要到哪里去？咱俩没聊，他说的事我看着不管，良心上过不去。关他一起就是缘分，你今天帮了我，我一定记心里边，以后有机会还。你抓到王爷用，你主就是别瞎折腾，总得好好活就行了。跑偏路饶不了你阿哲。好，那我得先找我老婆。嗯，有何事？钟哥，怎么了？刚下完雪，应该快到日子了。啥玩意儿？钟哥，哥，其实人生就是走一走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也没啥留恋的，是吧？不留恋，你跟我换。我晕血。刚才我感觉，这辈子从我眼前。已经划了过去了，就像这抽屉，啪的一声就要关上了。第一眼看，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真他妈没意思。陈妹子。耗子里啊，练眼，什么人从我眼前一过，我就知道他是什么物变的。你跟我不一样，放在哪儿都是好人，面子上你是囚犯，里子你还是个警察，说话算数。能帮忙的，一定会帮。什么事说？判了，5年，不长不短。挺好，我应该也快判了。咱俩应该以后。不会分到一锅监狱，要是再见你就难了。那就出去见，反正别在这种地方见。太平市人民检察院
指控被告人陈斌等犯有故意伤害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现判决如下：本院认为，被告人陈斌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；被告人徐一舟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年；被告人马正坤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；被告人蔡斌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；被告人廖建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看一下，没有问题的话，第三页签字按手印。是。安局，哎，坐坐，单子给我。按个手印，签个字，3个月来一趟就行。我怕这些小孩不认识你，过来看一眼。我们那儿有个保安队长刚离职。你要是工作上有需求，我帮你安排。好啊，陈局去年退了，还跟我说呢。哎，你要是出来了，让我安排一下，咱们这帮老同事聚一下。他挺好。哎，啊，你说什么？不重要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程兵队长，程兵队长，我是岳阳的爸爸，就是那个921案。听说你出来了，我特意来看看。当年你受拖累了。哎，岳阳妈妈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也没什么钱。朋友们说过，这茶叶蛋煮的好吃，我专门给你做了点，你尝尝。一定要收下，一定要收下。岳阳爸爸，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，好吧？啊，老刘送一下。哎，程兵队长，你是个好人，你是个好警察。孩子出事以后啊，他母亲就精神失常了，前2年刚去世。他父亲每个月都来，问人抓着没有。王爱勇这畜生，反侦查能力真的挺强的。后来我自己带队抓了他2回都没找到人，最后的线索断在长沙了，跑不了的。你看咱现在，摄像头、监控系统都很多，等过一段时间全国联网了，只要他敢露面。系统就会报警。新楼开盘就会出现。新楼开盘优惠大促销，新楼开盘优惠大促销。你随便坐。
我去给你切点水果。不用了。你坐。你换工作了？三年前就换了。学校不是挺稳定的吗？赚的太少了，为了换这套房就出来了。是，就换个新环境，对你跟慧慧都好。慧慧，你爸回来了，快出来。慧慧，干嘛呢？慧慧，孩子最近准备高考呢，学习压力挺大的。不能这么想，因为压力一般学习的时候都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就是会比较大。慧慧，叫爸爸呀。哎，你吃茶叶？妈，我卷子还没做呢。那做卷子呀？他好久没见你了，需要时间适应一下。没事，这个是你的东西，我都放在屋里了，你接来看一下。你可以暂时先住这儿。那都是你之前留下来的东西，徐丽之前拿走调查过，后来又还回来。之后什么打算？我想先去趟长沙。去长沙干嘛？别瞎折腾了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也没人照顾。刘叔，这东西帮我处理一下，扔了也行。平心静气，抗焦虑，固本正阳，还养颜，这么多功效呢？卖多少钱？1500，要俩，平均2500。算了算了，卖太贵了。走，谢谢老板。再见。出来这两年啊，我都是早上8点出摊，中午呢喝个小酒。一会儿6点就收摊走人。来，离婚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没那么大压力了。开始干这些营生呢，就是个买卖，干着干着就给自己干进去了。身心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，这才是生活呀，成对。不该叫成对了，兵哥，挑一个，开运保平安的。兵哥，嗯，怎么跑这么远地方来出摊啊？嗯，这儿碰不上熟人。是啊，成队，人家今儿伙食不错。嗯，爸，
我去给程叔还有蔡叔买两瓶矿泉水。嗯，我不用，你来。还是矿泉水，别先别凉白开啊！我也来，给我一口。来，那矿泉水能有凉白开健康吗？你还那么抠啊？这怎么能叫抠呢？环保现在都说，你过得怎么样？也就这样了吧。本来我说出来之后，我带他回老家，看看能干点什么。你说这帮势利眼啊，都弄把我跟小波从这族谱里边给摘下来了。原来比如咱们穿官衣的时候，天天的求我这个求我那个，你说这都是人干的事儿吗？那不回去就不回去了，老天爷能饿得死家家巧吗？啊！哎，对，同队，我现在刚出来，我觉得最好你得那来一份保险。哎，人这辈子谁能说得清楚啊？你保单上的额度，那就相当于你和家人生命的长度了。哎，这保险。他保的是什么？兄弟，咱们吃饭吧。你这吃饭都堵不上你嘴呢。老李，哎，真你挺好的啊。明白呢。啊，明白。挺好的啊，哎，斌哥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，你穿西装啊？啊，白领。客人等着吃呢，生意不做了。夹一个菜，啊啊，等会儿啊，坐，一会儿尝尝我的手艺。干杯，来吧。嗯，哎。老六，我说你急眼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是不是急眼了？玩玩，我不蹭我烟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点上，你不是不吃香的吗？蹲了四年大狱，你让马哥给我炒盘苍蝇，我都能吃下去。坤儿，坤儿，你媳妇儿没事吧？刚才。对我们那的态度，喂，哥一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几天没收拾了，败家了，哎，哥们，你别那样，你别那样，哥们，这厉害了，干嘛呀？这打起来别打，哎，干嘛？都厉害的，我看我眼睛，哎，都厉害，哎呦，什么呀？你看我，哎呀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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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他很厉害，他很棒，他很优秀，他等了你那么多年，我跟程的不，我跟斌哥的，飞了，好吗？没辙，咱们呢，欠他们，啊，欠。我欠大家的，是我欠三大队。程队，我发誓啊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您欠我，我也从来没有，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。能做警察，霜雪与薄荷流，历尽苦难，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。今朝盾牌有却铸，酒危难之主显身手，显身手。前身是否为了不及微笑，为了大地的丰收，光荣岁月何惧风流，峥嵘岁月何惧其大案不是当时得了个三等功吗？嗯，我师傅张罗说要照一张合影，就他给拍的。那是他刚进队，本来没资格进来找他。师傅一直让我多写几张给他，忘了。你看着也没啥变化呀。还有课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们跟老张慢慢聊吧，啊，都好好的啊，好好的。
后边怎么打算的？我都替他考虑好了，我准备开一分店啊，开了店你来管，好吧？明哥，你最懂人，你就跟着我一块干保险，我稍微一点拨啊，我保证啊，3年有车，5年有房。谢谢哥几个了，明天我就要去长沙了，我要找王二勇。不是，兵哥，这事儿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放不下吗？你要想起来，你跟我一样，那捻那珠子，身心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就现在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比什么不强啊？我觉得老蔡说的对啊。再说了，咱们现在这已经不是警察了。6年，你天天穿的是狱服，背的是监规，那日子给我磨的有点含糊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最想来就是今天这个地方。我一个是放心不下他，我过来看看师傅；还有就是我放心不下我自己，我想看看我忘没忘了王二勇。6年，因为王二勇，我师傅永远睡在地底下。因为王二勇，三大队没了。因为王二勇，就这小姑娘，到现在还躺在那个司法鉴定中心那冰柜里边。14啊，才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？这事怪咱们，我们接的案子没办明白。所以刚才我应了他，我这案子我还得办，王二勇我还得抓。哥几个就等我，都好好的。程队，我跟您去。我从警校毕业，拼了命的相亲三大队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打心眼里认定了，我能跟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好警察。直到今天，我站在这儿，我也不认为是我看错了。这事儿不光您没过去，我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。不是，你年纪轻，你得想清楚了。我想清楚了，我每天都在想。就像我训的那些狗，虽然没人瞧得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它就不是好狗吗？你要接着追，这事不知道也就算了，知道我还不去，我得后悔一辈子。我说的对，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。我是答应我老婆了，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。我怎么忘啊？每回只要我听见那些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，就我这根弦，我就这根弦，叭，我就绷起来了，我手他妈都是抖的。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王勇给抓住，给我乐的呀！我一醒过来，那谁都不在，我。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，不是厨子。我去，我戒了吧。这烟，先办完这事儿再戒。我刚就想啊，要是老张还在的话，他会不会去？他会。那我也得去，三大队不能少了一个我。佛法说，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。这事儿呢，我好不容易放下了，真的不想再捡起来。明哥，哥几个，三大队蔡斌这次要缺席了，抱歉。哦，对了，杨建涛现在升正局了，行动前给他打个电话吧。
要王二勇没死，就一定不会凭什么消失。他以前是做空调维修的，应该还会重操旧业，所以我在里边专门学的就是电气组装加空调维修。我从这儿入手。老六，你办事妥帖，性子稳，你去几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小区当保安。行，那我呢？你不爱说话，我给你找个地方。我这两年看新闻，很多逃犯落网都在网吧里，你去那儿。好。老马，你还干夜宵？人员杂，信息多，主要是有个据点方便我们汇总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好。我就跟我老婆说，分店开到长沙。行，你得点出息。咱们现在没警出来，说白了就是没支援、没配合，只能用最原始、最笨的办法去谋反。希望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对得起我们心里这份骄傲。多大？四包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放我！送你个屁呀！送老几呀你！哎，你们刚子等等，坐，给我等等。哎哎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哎哎，没事没事，谢谢你。从那后面还有个门，我也等着呢。好，行行行，谢谢。小文好帅，来吃饭啊！实在是想你们。不是说什么我值，还是修行不够呗？实在是放不下你们。我放。你这不修行不够，你修行。吃了没？没呢，饿着呢。又换一身啊？换了个大的社区。吃饭，还吃粉啊？哎呦，想吃什么自己买去。孙队，实在是不能再换了，这物业都是串着的，照这频率，我都快让警察盯上了。大半个长沙的网吧我都待过了，还帮辖区派出所抓了四个在逃。你说这王二勇是不是不上网？我这车是越开越溜，市区也越来越熟。程队，这大半年了，这么找下去不是办法。上个月的钱。人没找着，钱倒是没少赚，比在我们家那赚的多。我就想把我老婆接过来帮我。你说王二勇有媳妇吗？你要是背了几条人命，你有心思结婚呀？那是不是死了呀？只要局里没消案，就说明这人还活着，咱就得按活着弄。要不然探探暗路。咱们当地有切口吗？还真有。记得我跟你们说那红忠吗？他有个兄弟叫老于。当地入室盗窃这块儿，没人比他熟。整个城市就是他送到家的。跟红忠哥一起跟我大姚啊，嗯，他信得过的人，我也信。这谁？我搭子，手艺不错，一按到您这儿讨口饭吃。我们呢？你们干几年了？五六年。嗯。啊，兄弟，如果想让我给你帮忙，你们得先给我帮忙。这是江湖规矩，你得懂。懂。这地址呢，在岳麓。今天晚上你俩干一下。干多少得多少。这儿有什么可造的？那不是个套吗？
吃个套也行，总比咱们知法犯法被抓了强。来都来了，抄上东西下去探，往前点。不是正道啊，走私，销赃，也不会是制毒的吧？那咱们还进去吗？来都来了，老刘，那你就先别进了，你留在这边看场子，有什么事随时跟我们说。是，那斌子，哎，爹那口交给你盯吧。好，小徐，让狗闭嘴。好，老马，啊，咱哥俩从那儿进去看看里边什么情况。咱哥不来查案呢，所以没有特殊情况，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。有问题第一时间报警，好吗？好，老规矩，九品回来了，三大队又回来了。快跑去！跟我走掉！你。
么东西？我让你拿什么东西啊？你让我拿什么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啊？玩我们呢？兄弟，别冲动啊！我这人最恨卖孩子的人，顺道让你俩办点人事儿。哎，身手真不错，不愧是干警察的。我知道你们底细，知道还是我们？你不也是我们吗？不是担心你不帮忙吗？之前我跟钟哥说过，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人，叫王二勇，到长沙半年了，也没动静，所以想求你帮忙。直说不就完了？钟哥是我过命的大哥，他信的人，我一定信。不是只有你没有血性，我没讲道理。冷静点。喂，哎，咱就这么干等着呀？那要是一直没消息呢？那就回明路上，从零开始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程伟，喂。喂。哦，明白，多谢。有信儿了，动。你刚想说什么？回头再说啊。别都上去了，把那姑娘给吓着。到咱们这上去了，我们在这待着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像我一个回头客，修空调的。但他不叫王二勇，他叫阿凯。他有什么特征吗？个高，有劲儿。说正经的。确实挺有劲儿啊。还有什么明显点的？不爱唠嗑，爱看电视，完脾气不好。脾气怎么不好？跟他俩得一块看电视，他不让我调台。我一调台，他就跟我吵吵。那他要看什么呢？社会新闻，法制节目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好像不是这边人，是四川那边的。最近见过他？最近没来。你跟他出去过吗？出去过啊，他在南郊那边租了个屋，我去过几次。地址记得吗？能带我们过去吗？现在。哥，现在出去得加钱儿。凯哥，我是小莫。凯哥，原来没人啊！拿我拉试试。你上来就这样吗？不太一样，他把东西都搬走了。这位置能同时看见仨口。挺会选地方。原来这个王八蛋早就搬走了。我们每次都晚一步啊！不对，查到了，就是他，改了个名叫王凯，早就退租了，说是老家有事儿回四川德阳了。王凯，阿凯，我又想起来了一个特征。什么？俄罗斯方块。他上厕所的时候特别喜欢玩俄罗斯方块。就那个贼老土的那个游戏机，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玩。你没玩过吗？
九岁的时候特。订票啊！明天打烊。来，陈队，我老婆脚被热油给烫了，哟，现在下不了地，我想回去看看。你这走了还回来吗？嗯，不，那个夜宵摊儿赚来的，我把那摊儿给抵了。嗯，我没动这钱，你们先留着吧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，老板？当初说出来抓王二勇，除了小菊，就你叫的最凶吧？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坐回去了？是，你们一听着那四川口音，这脑子里边这根弦儿，这叭一下就蹦起来了，然后还梦见咱们几个人说把王二勇给抓着了，然后醒来之后哥几个都不见了，这是你说的吧？我就问你啊。你到底是一厨子还是警察？你要这样，我就瞧不起你。我也他妈瞧不起你！三大队什么时候轮到你他妈是数落我了？我们当年冲锋陷阵的时候，你干什么呢？就开车，拎包，跟着呗。这是我工作。狗屁！那他妈是你无能。干什么呀？这是？哎，别打！哎，两哥，别打！这，你们俩行了！哎呀，别打了！行了行了，哎，行了。我找了，这不一直在找吗？我坐牢的时候，我家里家院都是我老婆给操持的，白天得照顾我那卧床的妈，我儿子，晚上还得出去摆摊赚点钱。后来我妈走的时候，也是她给办的后事，没得说。男人不争气，女人老得快。那原来你挺漂亮，一小脸蛋儿。我坐了五年牢，一下子得老了二十岁。我欠他的。下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哭了。说实在扛不住了，我也扛不住了。再不回去，我这家就没了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不能再没了他。哥几个，我不找了。
这么多年一直蹭你的，拿着。我说我进来。婆娘在贵州，结婚了啊？啊，娃儿都七八岁了。哦，谢谢。小徐呢？闲不住，不上网吧转转。哎，吃饭了，还得自己偷吃什么呢？是我胃病的药，来两碗。好啊。王坤，来瓶水。王坤，我爱你。来发 AK 嘛，来发 AK。咱们现在已经把这德阳分在底儿头上了。我认为最有王二勇特征的就是那宋宇，就沈阳那个。嗯。张一家，小徐发消息了，说在网吧发现一个嫌疑人，像是王二勇。让他确认清楚了，先别动，跟住了再说。认错人了，这样，你把姑娘放了，赶紧走，行吗？我才不信，你们这些警察的鬼话！我不是警察，真的，人真报警了，你赶紧吧，再晚来不及了。走！哎，你对好。
啊，好的，杨局，我让他接电话。杨局，程兵，你们别再找了。四川我们早就全面排查过了，他肯定不在那儿。你们赶紧回来吧。放心，心里有数。就是又给你添麻烦了，抱歉抱歉。还是应该谢谢你们帮忙抓了个在逃犯，跟我来吧。没想到你胆子还挺大的。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脑子一热。我妈还说我这虎牙小抽就是用来咬人的。小柳，把他打理收拾，可以喊他们两个走了。你们管吗？林哥，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走。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去沈阳。来，哥几个啊，饺子好了啊！好，你这玩意儿得趁热吃啊！辛苦辛苦，大三十的也没歇着啊！那谁过年跟哪过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慢慢喝啊，我有事喊我啊！哎，咱就喝一口吧。嗯，过年了，嗯，过年好啊！那好。哎，尝尝他这饺子。你说王二勇这个王八蛋一直跟我们绕。绕啊绕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又绕回广东。过年呐，不是说高兴的事儿。老梁，你讲个段子。来，嗯，来演个节目。我呢，最近斥巨资啊。嗯。为你们几个吃的，你别逗了，你自己花钱都舍不得，你还给我们吃？当然了，希望你们都用不上，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份意外险。我想儿子了。小哥给我打电话说想报个夜大，我这辈子怎么也就没什么前途了，但儿子他还有啊。我想为了小波我再拼一把，对不起啊。老板，老板。把这边摸完了之后再说。
哎，小徐这两天哪去了？神神秘秘的。哎，德阳超市那个。对呀。陈兰。丁哥好。哥。哎。先吃饭呗，那走吧，啊，一起，哎，说呀，成队，我不打算追了，我想跟小兰回老家，把证领了。干嘛呢？起来呀，起来，成队，徐州半途而废。让你们失望了，李荣，你要对不起这姑娘，才能这半途而废，我们才会失望。成队，保重，兄弟，祝你们幸福。保重，幸福。师傅，新闻上说。年轻人现在都愿意在网上买东西，快递员活了，哪哪都要快递员，要不然咱俩也试试看看运气。嗯，这两年咱俩运气好像一般呢，还好没到晚期，做个胃切除就没事了。哎，陪我找个屁呀！赶紧回治病。怎么着？瞧不起我？啊？要不然咱俩比一比。比啥？游泳啊！看谁先到对面。不是。哎。来呀，程队。成队，人要往前看，不能总活在过去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找了那么长时间王二勇还是找不到，是因为什么呀？老天再给他机会，让他重新开始。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，重新开始？我们都给自己一个机会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
官厅和梧州市公安局专案组透露，市民行者并勇为主动举报犯罪嫌疑人王某，但在过程中不幸被其杀害。据悉，王某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，目前本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那天我家空调外机坏了，我打电话叫人来修，来了两个师傅，其中一个全程戴口罩，阿哲就跟他聊了几句，听口音是四川的，再想跟他聊他就不搭话了。等他们走了，阿哲跟我说，这个人特别像丁哥你要找的人，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，一直在网上查你们这个案子资料。第二天他就找到了维修公司，也找到了那个人，他就一直跟着，最后跟到了郊区路上，听他们说是在那出的事。阿哲是天没亮就出的门，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了。这个是公安局马警官电话，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，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我也算替阿哲了了桩心了。我跟阿哲是在思考补习班认识的，他是代班老师，我是他学生。他一直跟我说，没有你，就没有他的今天。杀害你朋友的嫌犯就在里面。
有件事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当年在县衙上遇上王二勇，他就是一直醉一直醉，可他跟你们说的是被王二勇撞倒的是吗？其实没醉多久他就是醉不动了，人家连胖都没胖上。是有问过他，我会当警察吗？啊？我冰啊，听师娘的，从现开始好好过日子。几个师娘可后悔的，别再找了，不找了，好好的。啊，你抽空去找一下杨建涛，他一直想见你。都变了，也有没变。杨局，冯哥，哎，这杨局好久没来了吧？来，坐这儿。看谁来了？谁啊？哟，程队啊，是程队吗？啊，程队，你听好了吧，彪，哎，是不是这么多年受了很多委屈啊？哎，先去弄几个菜。行。我做几个你们喜欢吃的啊，坐来，兄弟，等会儿再叙旧，一会儿唠。我今天啊，你家里拿了瓶白的，咱俩一会儿就把它干了。来，你们吃。我正好今天借你这个酒啊，给你道个歉，这几年给你添麻烦了。来。我杨建涛很少服人。你陈冰算一下，哎，不管你出事之前还是现在，咱不是来喝酒的吗？喝。有些事儿吧，该放下就放下。我这回真放下。其实王勇这案子我们一直在查，省里、厅里把921当成一个大案重案。谁呀？你还不知道呢。同锤娶了个带孩子的，人家直接就当爹了。能别再跟我打岔了吗？就想跟你聊聊你的事儿。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，你再看看你。天天苦着自己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又想什么？我想起点事儿来，你等我一下。你要是说把这事儿放下了，那都是骗鬼呢。上回放。这个人认不认识？好像有点，是叫王凯的吗？那不是，他姓赵。哦，我想起了，他婆娘在贵州。结婚了啊？娃儿都七八岁了。
不是答应我不再追了吗？请往广州运河方向。你一定要去吗？手机给我。给我。密码多少？你生日。三轮车会不会去？每收一桶水，收一张水票，顶在用你名字的牌牌上，好给你们上贴箱。收桶的时候要看清楚有没得损坏，有人往里面倒油，这个桶就废了，得赔钱，晓不晓得？我出去一下，看好点哈。爷爷，记错了，五零零号了，不好意思。
个，饮水机在那边。水漂在桌上。哦。转回来，呼气向左。谁啊？送水的。哎，真讨厌，还上了个厕所。嗨，我去接孩子。司令一单，一单元司令一单。是不是往桶里边装油了？您说什么？桶让你给装油了。桶废了得赔钱。弄错了吧，大哥？真跟我没关系，是那人他上来他就打我。转过来，啊，看这儿，啊，向左转，啊，向右转，哦，来，检查一下你的基本信息。是他上来他就打我，
你说我平时我这人最老实了，我平时都不跟人吵架，你更别说是打架了。我，您看，要不这样行不行？这事儿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，我今天还好多事儿呢。您看，要不我就先回去。确定，何姐。啊，谢谢。你上不验了？不用，把这个签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签着。以后有事直接报警，啊！哦，好。老刘，开一下门。一句话都没说，但是通过 DNA 技术已经确定了他就是2002年921案的嫌疑人王二勇。刚刚电脑那声警报就是 DNA 匹配的讯息，现在全国已经联网了，不管他认不认都会被公诉。比对结果我们已经递交给检察院了。没有孔也能定罪？只要证据链完整， DNA 比对清楚，法院零口供也能定罪。谢谢你啊。太平是公安局刑侦三大队，程斌、蔡斌、廖健、徐一舟、马正坤、张清亮报告。921大案嫌疑人归案，三大队任务完成。痴心不改，受委
冷日无言。程队，哎，还得往左一步啊。OK， 可以。都看镜头啊，大家。哎，别太严肃，笑一笑。等会儿，你过来。没，他跟这案子没关系啊。人多险恶，过来。程队，我回头立功也来得及。行，哎，你们看镜头啊，三二一，起动！我要走穿这条命。去看雪兰花，我要踏破这双鞋，光脚平风沙，我要白日见云霞，夜里举火把，我要这朗朗乾坤下，世事有王法。江头风波恶，做人一生坎坷多。兄弟，我心头上有件事儿啊，不见孟婆不得过。自古黑白分颜色，别车放下就成佛。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啊，坏人凭啥享安乐？为一口气，为一个理，为一场戏，老子走到底。我要出了门的人在晚夜归家，我要天上落的雨又回到天上，我要吃着一口饭，守着一夜黄，我要这人间所有道都在青天下。去将人磨，我是你杀生得来的宝啊，也是你重生的因果。为一口气，为一个理，为一场戏，老子走到底。我要走穿这条命，看雪兰花，我要踏破这双鞋，光脚平风沙，我要白日见云霞，夜里举火把，我要
再晚也归家，我要天上落的雨又回到天上，我要吃着一口饭，烧着一夜光，我要这人间所有道都在青天下，我要照顾尽的人兜里有盐巴，我要那亏过心的鬼目中有王法。